哎、欸，聪明聪明，你给它吃的，它就不咬人了。给它一点心心吃，安稳。哎、欸，再给它东西吃。喂，这个音还可以。能不能吃、啊？阿宝，你已经很胖了呢。阿宝了呢。他叫丽静啊。他是我们家的白色红丝爷。现在还有一点灰灰的，出来玩。不要录了，要咬你啊！不要录了。